TVB 最帅男配角，近日狂做 gym 操 fit 自己，大甩六块腹肌，正42寸大胸肌。网民李李还大贵女生。近日，一向来肥嘟嘟的陈奂仁操肌成功，让大家跌破眼镜。而一向有操开肌凯梁列维维维今日再次将暴击将上载到社交网，同大家分享取操肌凯成果。取其微博晒出一集摄于健身房凯暴击图，见取凯麒麟臂都好震撼下。跟住取在扯高上衣展示腹肌，地被除了做无少苦功，然后再扯高少少，就见到渠的胸脯又圆又挺。有网友留言话播还大贵女生，唯唯众留言话好然期待明天飞虎之前行集展，一同见证我们努力的成果，好期待爆然炸闪。好多网民都问句咩系好然。